早晨，而家系2022年6月25日。一封系来自约瑟巴兰汉弟兄喺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巴兰汉会堂嘅信。Good morning, it's June. 呢个系约瑟弟兄。2022. 亲爱嘅伟大嘅信心亲友，我知道呢一封只系一个语法错误嘅简单嘅信件，但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我哋相信我哋嘅先知所讲嘅每一句话，并接受佢系主如此说的。当我哋听到佢喺录音带上所讲嘅，我哋会相信，我哋会接受佢，然后亲自领受佢，因为就好似神亲自直接对我们说话一样，这个信息已经被宣讲，而且被神的话语彻底证明，它不可能是来自一个人，它必定是来自神。我相信今天地球上出现了与耶稣基督在当时相同的神迹，圣徒普罗所见同样的火柱，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这个是神直接对我们说话。神证明了他是以赛亚同一个属灵的标志，在今天已经被证明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是以赛亚。如果你只能够通过按下播放键，并相信每一个道都是主如此说的，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伟大的祝福。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必须在理智上做出决定，或者某人会这样跟你说，这个是主的道。That Moses le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他只是巴兰汉弟兄的话。That was Moses. 这样，the rest of them 这个信息不适合你。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代，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其余的人只是跟随这个信息。明白吗？但今天，对于我们以这种方式相信的人来说，心中充满了喜乐和满足。我们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应该是我们的心。我觉得神救赎了我们，我觉得我们的名字上，在祂的生命册上，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被羔羊的宝血救赎了，因为我们确实相信这个信息是神的声音直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接受这个是神亲自对我们的说话，毫无疑问，我们的名字在祂的生命册之中。请允许我这样说，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代，在祂的教会的最后的事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相信的。我相信你都会是一样，这个正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通过录音带上对祂的新娘说话，每次我们按下播放键，我们的信心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不是仅仅是一个传道人的说话，这个是神亲自对我们的说话。我想要百分百的纯正的道。让我问你一件事，威廉·玛丽安·巴兰汉是你的牧师吗？他是神已证明的第七位天使使者吗？你相信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是神要求我们做的事吗？你相信他是这个时代的神的声音吗？你相信他讲的每一句话吗？然后你将会在星期日再次得到无法言语的祝福。除非你正在听录音，并相信你所听到的内容是主如此说，
否则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得到这一份祝福。你必须相信他所说的就是神直接对你的说话。我作为你的牧师，你的弟兄，凭着我的信心，我求神将他放在你身上。我相信我会得到我所要求的。现在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相信的话，这一刻我会将我的信心交给你。对我们来讲，他是我们的牧师。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的牧师、神的先知有更多或者更大的信心。现在神的先知要求神赐给我们他伟大的信心。如果你全心全意这样相信他，这样现在这个就是你的信心。荣耀，我们做到了。我们的信心可能很脆弱，但不会更脆弱，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他的信心。现在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放下你的痛苦和疾病，对他这样说，你必须离开，因为你有你的信心加上我的信心，以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无处不在，为他证明了这一点，并证实他就在这里，此时就会让你康复。我能够讲什么才能够让你加入我们并接受这个伟大的祝福呢？想一想，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你来听并且相信他，你就可以得到他。结佛宣委议时间，星期一下午十二点，同新娘一起来到听。我们将同时从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聚集并且聆听，正如主如此说对我们并告诉我们一切。那在你里面的罗马篇号六三长话一一零一二。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星期日和我们同时间聆听这个信息，请随时按下你的播放键聆听，并且相信你所听到的是神的声音对你说话。约瑟·伯南汉弟兄，约瑟·伯南汉弟兄，今日的信就此结束。我祈祷这个将成为你的祝福，并与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分享这个视频的连结。我们很乐意听取你的意见。神赐福你，愿你平安。是神的道带来生命，重要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话，而是神所说的话。威廉·马里安·伯南汉。